不用走了上来。哎，我在，我立马行了，立马行上去。我坐游园车，你还跟我同时到。那里有吗？没有。我还想说有一个看到这个便利有毛毛虫。那你怎么不坐游园车上来？我说他，是啊，能省那个是那个，像平常我都是在爬象山嘛，象山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。哦，很多人爬象山都爬到那个满头大汗，我们去爬象山都不会流汗的。可是我们上到去很上去，上去拍一象山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，上去我们一点汗都不会流。可是我们上来还是经常坐游园车，还是经常跑游梯。台湾紫香风。
这个都曾经台湾小东是。姓王吗？对。对啊，没有错，我没有记错。就对啊、嗯，我就看到那比萨斜塔、嗯，我就有印象。那你是，你是算是、嗯？因为我发现那个比萨斜塔上方破碎的照片，我就，而且那天跟你拍摄的角度一样，我就直觉是你。谢谢。我就直觉说。那你是家里是用的？没有，我没有开放其他朋友，我只用追踪。哦，追踪啊。对。因为那个朋友，我那个脸书朋友，那个脸书朋友十几名朋友来去，到现在只有12个人而已。好。那个已经半年没联络了，跟原来我们做朋友。对。那个、做朋友。那是几个是都在这边认识的，就互相。做朋友就没什么意思。互相将每天看你投什么就可以分享。还有，其实这是我动物园的相簿嘛。其实还有，这个也是动物，这也是动物园。可是我是把它放在鸟，这也是动物园，我就把它放在那个鸟相簿里面，这是首页。然后要搜寻。没有连网络。网络在家里，那你设的？我怎么去打滑倒都有动作在休息，奇怪。对，这个相同的概念。天公最怕没事做啊，一天不知道要做什么，那个很辛苦。三千。哎，我发现那个小长颈鹿好像。小长颈鹿好像那个。OK。我检查到了，这水豚是要在冬天吗？水豚呢、哦？对。睡觉，有时候车。我、哦、家水豚呢？那取那个不知道什么名字。那一听也知道，跟那个什么天竺鼠车的那个热潮去取那个名字，笑死。嗯。啊，他今天小水豚今天有出来吗？今天我还没有去，今天直接到这里。这只好帅。这只是什么？嗯。你要看我拍的照片吗？正常啊。我有拍些照片，那个。这只是警长吗？这个叫那个。没错。蝶龙。对啊，他早上去花浪打完第一场，现在休息，准备打第二场。打第二场。哎，你们都知道，所以大家看到都不会听。